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金红台长。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我们想让师父帮我父亲看一下他的身体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44年属猴。心脏不好。对。我告诉你，腰嘛腰也不好。对，很对。关节有问题。非常对。而且他最大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有小便啊，前列腺。非常非常的对，感恩师父。他已经信佛了呀。他师父。嗯。我们全家都修心灵法门。嗯。修了2年多。你要叫他当心啊，他主要问题身上还有灵性啊。对，他有一个灵性经常要跟他讲话，而且呢晚上经常来找他。太对了师父。师父。嗯。半个月之前我们家里已经帮他准备后事了，然后在中秋节的晚上他发大愿，5年之内放生10万条鱼，然后命被保了下来，奇迹发生了。他这次一定要来马来西亚参加法会。有一颗心了呀，刚刚不是前面讲了吗？你放生10万条嘛，你身上这颗心就亮了呀。对，就这么厉害了，所以菩萨就可以救他了呀。对对，感恩师父。师父说的都对。他这条命嘛，我告诉你，本来这个劫刚刚我看是过不去的呀。嗯。他最危险的时候，其实他从去年就开始不好了。太对了师父。师父。哦，他的心脏真的很不好，而且他的心脏啊就像经常像停掉一样。对的。太对了。你要叫他好好念经啊。他念经的。他现在吃素了没有啊？他全素，吃全素了。嗯。现在几岁了？76岁。看看他阳寿有没有。感恩师父。76。也不多，阳寿本来就79。感恩师父。好吧，你要叫他延寿的。好。藏了点私房钱，全拿出来放生了。他全部拿出来放生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嗯，师父，你别看他现在蛮老实的，呵呵，年轻的时候也不咋地啊。师父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他年纪轻的时候做了很多的错事啊，风流倜傥啊。太对了，感恩师父。风流倜傥就是鼻涕都淌下来了，所以叫倜傥、啊、感恩师父。哈哈哈。师父。嗯。他盆腔内有恶性肿瘤，属于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的，恶性的间质瘤。几几年属什么？1944年的猴。盆腔间质瘤是是。恶性肿瘤的一种。嗯，看到了。感恩师父。他靠前面的，盆腔靠前面的地方。对的，对的，嗯、他现在已经造口了，直肠做造口了。嗯，叫他坚持许愿念经放生吧。好的。菩萨会保佑他。他如果哪一天做梦做到菩萨来过，或者有一个穿西装的来过。感恩师父。嗯，好吧。好的，师父。好像我救过他一次嘛。是的，你救过他一次。他做梦看到过我的。感恩师父。哎呦，年轻的时候长得还可以了。是的，师父，你说的非常对。他除了你妈之后，呵呵，你妈在这里吗？我妈不在。不在的话，我告诉你。可以，师父。
他除了你妈之外还有两个跟他特别特别好。对的，师父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叫他老实一点啦、啊。他知道的，他错了。嗯，错了，好好改毛病了，礼佛要念的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嗯，叫他当心啊，他还会喝酒，过去。过去。嗯。嗯，现在不喝，他不喝。好吧。嗯。嗯。好了，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他念了近2000张小房子，能否看一下他念的小房子的质量如何？还有想让师父看一下他的功课，还有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小房子念得很好啊。然后看一下他的功课，他小房子都念得挺好的啊。是的，2000张，他收到1800张了。哦，感恩师父。嗯，师父，你能不能帮他看一下他的功课？功课嘛，礼佛5遍呀、啊。他现在念的5遍。大悲咒嘛，36遍。哦。心经嘛，要念49遍。哦。好吧，往生咒要念，一天念59遍。好的，师父。好了。嗯。放生今后的话，怎么个放？就这点够了。够了是吧？嗯、感恩师父。师父，我还想你帮我看一下我家里的佛台，感恩师父。家里主人是谁啦？主人是我，他跟我一起生活的。你几几年属什么啦？我是1973年的，属牛。哦，难怪啊，菩萨给他救他一条命了。哎呦，观地菩萨经常来。对，感恩师父。他还他过去急的时候，他还拜过那个孙悟空啊，就是斗战胜佛啊。嗯，一起来。斗战胜佛也来过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你们家这个佛台还蛮好的，靠近窗户的。对，非常对，师父。嗯，好吧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好的。好了。好的，师父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可不可以啊？快点了，快点了。好的，我家里那个冰箱老响，就是客厅里面的那个冰箱，老有那个响的声音。也不是什么新冰箱了。哎。好几年了用了。是的，好几年了，师父说得很对。里边机器不好，又不是鬼了。哦，好的，太感恩师父了。烂冰箱，回修回修嘛好了。好的好的。用不着担心的，冰箱嘛不要去放在客厅里呀。哦。冰箱嘛应该放在厨房里的呀。好的好的。客厅里哪可以放冰箱了？好的好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了。嗯，老响了，他有时候机器不好，他突然之间制冷了，一不制冷他就会咕咕咕咕咕咕响几下。哦，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了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。